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原超级有名老字号的炭烤鸡排，它可是炭烤鸡排的发源地始祖哦。坊哥吃了这家是20年，你看看又20年，它就有多老字号了。好，我已经买好了，当当，鸡排，炭烤鸡排，家乡炭烤鸡排，这一份60块，看看呗。其实看不太到啦，但是吃最重要，因为大家一定知道这一家，因为它真的是超有名、超老字号的。好啦，鸡排准备要吃了，它光闻我就觉得好香哦，幸福味溢出来了，超级多汁的，真的很香，很好吃。每个人来这边一定必买一份它的炭烤鸡排。这一家要介绍的呢，是在中立新民夜市新民国小旁边 7 转角的协力鸡排。协力有很多体系，但是这家就只单纯只卖鸡排，炸鸡排只有卖一个而已哦。然后口味就是有小辣、不辣、大辣什么的都可以，辣跟原味而已。你看，超香的，而且现在拿手上超烫的。香啊，而且辣，我知道我喜欢吃辣的，一定要点辣，因为才有味道。那真的要讲协力集团的鸡排都很好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家特别好吃，而且现在3点多，排队排超长，已经排到 7 的门口，你说夸不夸张？而且它2点就卖了，然后售完为止。你太晚来就买不到，不要认为说6、7点来就会有，卖完就没了，晚来你就吃不到了，这真的超好吃的。这一家介绍呢，在内坜的徐大卫鸡排 David 鸡排，他们有2个招牌哦，一个是凝香鸡排是脆皮的，一个是原味鸡排是酥皮的。我喜欢吃脆皮的，所以我点了一个凝香鸡排脆皮的，真的有淡淡的柠檬香味哦。废话不多说，直接先吃了。你看，吃起来真的蛮清爽的，因为有淡淡的柠檬的香味，然后让它那个肉质很赞，很好吃。然后你们可以要订购的话，可以打电话先订购，然后再过来拿。他3点开门到11点，3点下午3点陆陆续续就只有客人来买了。这家真的我还蛮推荐的，喜欢喜欢。那这一家介绍呢，是在康乐路上的金陵鸡排。康乐路很长，大家一定会这样子讲，它就是在位在于就是龙岗地下道出来的右手边的康乐路上的金陵鸡排。它可是重量级的哦，非同小可，一份70块。真的有那么一丁点的重量哦，脆皮的哦，然后其实还蛮香的，先吃一口给大家看一下啦。哎，超多汁的，看一下，它那真的已经把那一个汁在里面，包覆在里面，所以你一咬开的时候真的很多汁。但是我要讲它的皮有点黏硬，很像饼干，我刚才咬的时候一咬好久哦，真的再咬一次给大家看，会有嘎吱嘎吱的声音，应该收到我咬的声音，但是蛮脆，像吃饼干，还不错，真的在里面。一份70块我觉得蛮推荐的，它还蛮多种口味的哦。那什么口味？原味、辣味、梅子，喜欢梅子的人可以请老板帮你加，还不错，现点现炸现做，需要有点时间去等候。
还蛮推荐这家。那最后一家介绍的鸡排呢，在延平路上跟中正路交叉口的部分，这家是24小时营业，想要吃鸡排都可以吃，全年无休，就连台风天也都没有休息。台风天来可是要排队的哦。老板说这是不变的事实。这一份鸡排60块。不论你早餐想吃，中餐想吃，晚餐想吃，宵夜想吃，想吃鸡排，这里绝对就会有的。好啦，直接吃啦！好辣哦！酥皮还算可以，因为我家没有小孩子吃，所以没加辣，加辣。好了，让党哥介绍完5家中立好吃的鸡排，相信一定还有许多好吃的鸡排我们没介绍到，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吧，一起讨论，把好吃的美食分享给大家。好了，影片结束了，喜欢我们影片的请在右下角按个订阅，一个订阅一世情，拜拜。